野狼误踩入猎人陷阱，脚被铁夹夹住，好在善良的小伙赶来救援。面对这个小伙的救助，野狼反而不领情。小伙能救援成功吗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小伙先发制人，只见小伙用一个绳套缓缓套住野狼的脖子，但野狼露出獠牙并不配合，被小伙制服在地上，伸手向前慢慢地尝试把铁夹打开。这个时候他必须小心再小心，在小伙的帮助下，夹子终于解开了，野狼也获得了解放。面对随时可能触及危险的野狼，确实佩服小哥的勇气，为这位小哥点赞。就在这时，小伙尝试从野狼身上取下绳套，野狼死死地咬住不松开，好像是在用行动对小伙表示感谢。眼前的这一刻让人泪目，野狼蜷缩地趴在地上，久久不肯松开口中的绳套，因为这是他的救命恩人。小伙这一走或许是永别，野狼想和恩人多待一会，小伙驱使着野狼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，他也将回到大自然。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哦。